你是不是因为那张相片生气了，所以才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我？我其实一直都分得清的。 老刘，哎，来了。老刘，都11点了，助教不知道今天画什么，大家都等你摆静物等半天了，叫我过来找你，又喝多了吧？ 你小子，你在这待了一夜？不，昨晚是你送我回来的。不好意思啊，好久没喝那么大了，谢谢你啊。你忘记了？没事儿，快点吧，老刘，画室还等着你呢。啊。 对了，小谭，以后不要随便摘助听器了。走了，车把门带上。啊？不好意思啊，同学们，有点事耽误了。这周末天气挺暖和的，带你们去郊区写生吧。老刘又喝多了。 我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要做我喜欢的事，爱我想爱的人，所以这次我回来。快点，快点，都快点啊！东西带齐没有？不是去旅游的。 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手机，还有宿舍钥匙都带好没有？小瑞，看车到没有？好。行了，走吧。 还有谁没上车吗？都看一下自己同班同学有没有不在的。你今天是不敢情敲左一块？你是太平洋上的警察，管得够宽的。哎，怎么没跟你一众人坐一块，就来操心我了？
你今天脾气怎么那么暴？哎，帮我个忙呗。现在想起来我了，你求我呀。哎呀，行行行，大爷你说。我帮秦霄找了个兼职，帮一个公众号画点插图，你一会儿跟他说一下，就说是你介绍的。你怎么不自己说？你俩闹掰了。我说你白得个人气还不好？嗯，行吧，那我就借花献佛吧。谢了。谢喽。哟，从你嘴里听这句话真不容易。我是不是一点好脸都不能给你？孙小瑞到。李鱼，你们一间房。李李、贾鱼，秦霄、齐露，哎，等等，贾鱼，换一下，你跟秦霄一间房。啊？您跟秦霄一间房，好好跟人家学学怎么画速写。行了，都拿到房卡了吧？散了吧，回去早点休息啊。刘老师，别多想了，马上考试了，不要因为这些因素影响考试。你们也不小了，很多话老师点到为止。谢谢刘老师，早点休息啊。现在的画面上还是没有颜色关系，都是黑白关系，要注意冷暖、纯灰这些色彩关系上要注意的东西。哎，你看，那有个黑天鹅。哦，不对，是个黑鸭子。哎，我这有纸，来，我给你擦。没事儿。哎，你这个高级灰是自己调的吗？我见都没见过。这是蓝不蓝绿不绿的，跟今天这个水一个色儿。我不是那意思。你能不能坐回去啊？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了吧？哎，不对，哎，你看你这个树的颜色，你管好你自己。我没有，我给你这颜色，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给你想这个颜色，这颜色你画死了，你信不信？啊！你过来，叫我，叫我，我不去。你过来。你非得找个男的黏黏糊糊是吧？什么？你非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那点破事儿？你能不能收着点？说什么呢？管得着吗？
来来来，来来来，看一下这幅画的问题啊。整体来说，可气呀、啊，什么牺牲精神？不过你真以为放幅破画在他旁边就能趁他不挨骂？你懂个屁呀、啊！昨天助教老师都说过了，考试有时候也是要看运气的。你摆一幅20分的画到你的画旁边，85分我也给你顶到90。来，小瑞，你看一下你的问题。他最近色彩课是不是一直跟不上？不知道，每天晚上都加课。不如劝劝他找老刘。什么意思？反正不是你放幅破画，现在能解决问题的。神神还有一些细节上面问题，全部都是糊在一起的。有时间的话，就要把这些细节全部画出来。你看这看的是啥？哎，树不是树。今天白天跟齐露说什么了？我看他回来以后脸色都不对。没什么。一些很基础的问题。你俩最近奇奇怪怪，别瞎管闲事。我看你今天好像惹 A 班小班长生气了。别提了，哥们儿，感觉现在自己不管干什么，他都不搭理我最差。我今天还说错话，说什么了？我也没说什么，我就看他那个燃料盒里的颜色，我没见过，我就夸他，我说：“哎，你这个颜色还挺适合画写生的。”哎，我看他现在一门心思都在考试上，他说考一所学校不更有机会？话是那么说，但是我画的实在是太差了，现在冲也来不及了呀。哎，我真特喜欢他，他可是哥们初恋。人家搭理你们就出来了，你不纯纯舔狗，你懂个屁！爱，就是一场义无反顾，哥们，这叫冲锋陷阵。哦，对了，秦，我大爷，我一大爷开了一公众号，要找几个人画插画，我把你推荐过去了，你到时候加人家一下。该说的都说了差不多了，自己有什么问题自己心里清楚，回去以后千万要记得练习啊，都明白吗？明白了。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明天写生结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晚会。哇！好，放松一下。行了，回去睡觉吧。哎，齐露呢？不知道啊，不过李说他出去画画了，也不在宿舍。来，听我说两句啊，同学们，来来来，听我说两句啊。今天在场有一位同学生日，让我们猜猜看是谁。来，秦霄，秦霄呀，生日快乐！来来来，唱歌，燥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啊！我不知道送你什么了，就送你点花材。没事儿，你……哎，你也送的花材？我不知道送什么，我送的也是花材。喝一个，来的，刚从老刘那儿给你偷的。喝点儿，别怂啊！哦，牛啊！路呢？我就知道你得问他。哎，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看到的所有东西全都是齐鲁一个人给你筹备的。哎呀，就写生这两天看到我们天天问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吗，生日礼物准备好了。那他人呢？去取蛋糕了，跟我们说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就行了。不过去的是有点久了，我给他打电话问问。喂，小哥，我被黑车扔半路上了，我还不小心摔了一跤。你在哪儿？给我发个位置，我去找你。你这浑身上下不都好好的吗？你担心我了？你没个正形。你喝酒了？要不然我能傻不拉几的车也不打就过来了。你看，吓我一跳。上次有人给我过生日还是我爸我妈在的时候。什么？没什么。20岁了，留纪念，快去！不去。哎呀，去嘛！我礼物呢？哪还有主动人要的？那你准备了没有？那你闭上眼睛。不许睁开。睁眼。这是动物园那天。画了3周呢。不喜欢吗？我只是在想，你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过？没有，这是我长大后画得最开心的一次。Thank you.
喂，妈。我们今天去给他扫墓了。四年过去了，为什么你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在外面不回来？为什么你就可以忘了他？妈，我没有忘了他，我只是努力想让我们一家过得正常些。什么叫生活？你可以继续生活，但是你弟弟他就永远停在那天了。妈，我正在带学生。妈，我说了。哥哥。是你啊。不好意思，刚刚家里有点事儿。哥哥，那天晚上的事你是不是都记得？为什么这么说啊？是不是？嗯。你往左边看。说，嗯，为什么说我那天没喝醉？因为你说不要随便把这个摘下来。原来是这样。其实我是故意不想听。因为不想知道。所以那天是把我当成他了吗？嗯。亲吻、拥抱，还有所有对我的好，都是对他的。确实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小谭，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呀？要不要继续读书啊？你年纪还那么小，跟秦霄、齐璐他们差不多大。你有什么想做或喜欢做的事情吗？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安排。如果去上学，就和他更像了，对吗？你们是上大学的时候认识吗？不要再提他了。你想对他好，我就一定都得接受吗？我先送你回家吧。
那天晚上喝醉酒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不对，假装不记得发生事情也是我的不对。我当时只是想着不要伤害到你，所以做一些特别愚蠢的决定。你如果因为这个事情生气，我完全理解。我也觉得我的决定对你来说很糟糕，所以你怎么骂我都可以。我没有不接受那个吻的，我喜欢。我没办法接受，我不想听。小谭，不是你不好，也不是我不喜欢你，而是我没有办法在自己还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情况下去爱别人。我不像你们十七八岁的，今天喜欢这个就可以告白，明天喜欢那个就可以搞些山盟海誓的。我比你大那么多，我要对你的人和情感负责的。我可以照顾你，像哥哥照顾弟弟那样照顾你，但我没办法在自己还是一团糟的情况下去找一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男孩。我不能消遣你啊，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今天这些话如果伤害到你了，就全当是我的不是。你心里埋怨我、讨厌我、烦我都行，成吗？委屈了。今晚先去我房间吧，客房太乱了。喝完水就睡觉吧，我还得回去，明早还要订他们回画室呢。别走了，很累。不行啊，老师带学生去写生，自己跑了算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一想到有二十多个学生不在我眼皮底下，我心里就发慌了。去吧。知道我的爱，舍不得你。
水中未知的情绪在环绕，温柔的被拥抱着，却感觉寂寥。